汤汤有没有肉。后悔了，刚刚吃了一碗肉粥，他嘴巴长泡，吃饭痛。真的是太烫了，这个肉。烫，以后放盘子里面晾一下。嗯。这个不烫，它牛肉、莴笋不烫。这晚上弟弟哭了好几次，痛苦醒。我可是喂了一个红鱼果，昨天。烫了吃小口一点。烫死了。葱花好香呢，有一个葱花，葱花香香的。今天都在学校游泳玩水是吗？还有鱼，黄金的也有。真的鱼还是假的鱼？真的。你们老师放真的鱼进去给你们摸啊？嗯。那你抓到了吗？我抓了一个黄金的。那不能带回家呀？妈妈，我要给谁呀？给你的，你和哥哥都可以用。那你的？我要用我自己去吃。那个鸡腿是哥哥的，哥哥吃两个。你是不是闻到鸡腿香了又过来吃了？刚刚还说你吃粥饱了不吃。不是啊。那你现在又要吃。这胖子鸡腿啊。哦，你刚刚去玩那个沙没洗手，去拿洗手液洗一下手再吃，去啊！那你肚子疼嘞。等一下，嘴巴要多长几个泡泡哦。快去！你刚刚在那里玩那个沙石。那个是什么啊？水泡了。啊，水泡。嗯。你这个病就是长泡泡了，嘴巴、手和脚都长泡泡了，长泡泡、长红点了。去洗一下，不要抠哦。你抠烂了，到时候会长更加多颗。去洗澡。抠烂里面会爆出水，等一下就会长更多水泡，就会爆出水。里面的毒液碰到其他皮肤就会长更加多颗。快点去洗澡。有毒啊！病毒。那有。你看，你又放嘴巴咬你，总是说不听的。那如果喝下去？就你最爱吃手，所以你老是染这种病。那如果喝下去了呢？啊，讲个屁！洗手，不跟你聊这种。不行，你别吃，我拿走了。嗯。什么时候洗手？你什么时候来吃？别动，哥哥。滚！不可以这样说话。哎呀！外面。子小辉，要哪一边吗？妈妈，你贱是吗？你才贱！我哥，洗完手了是吗？洗完。你家哥哥都吃完两个腿了。你就是。我再来一小个瓜，先来两个瓜。等一下喝点汤。我先买两个瓜，这个肉我喜欢吃。哇！哦！嗯！哦！但你吃了你的泡泡没好，当然痛了。但你吃再吃。你那个舌尖的泡泡好大。再吃一点好吗？像个大大的溃疡。还要吃吗？晚上弄个投影给孩子们催眠。
哥哥，不要故意这样。